喜一笑，大仙不闹。莫不来，法兰去了。哎呦，好伤啊！我以为我队友会来，啊，闪呢？啊，你这个闪跟没闪有什么区别？我是你叫二一技能打一套，来，活了。他并没有这么觉得。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操作，这什么鬼？我只要打一下那个武则天，就一定会跟大招。杀这个武则天，我谁都不想杀了。好，就是这个武则天，我要秀他，我要第一个进场，用我的光速三换，我进去按辉月，复活甲再换平刀，来一手，辉月换，再换平刀，走。辉月放复活甲换名刀，三波就是死不了，反手过去二一技能再触发，你看是不是三个东西全部用啊？啪啪啊！该出装方为正非正常出装，由于您是该英雄的大神玩家，出装方案会为其玩家提供参考，希望您认真对待。我挺认真的，讲道理，别警告我啊！我最后一波操作是因为笑了呀，我被官方严重警告，您不要学，不要学，好吧？这种花里胡哨的操作你就不要学了。OK，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恭喜工厂搜索先有店，比上业绩。大仙不闹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明天见。